这里是小语种口语网，小语种口语网的网址是 tokkk.com。大家看到的是小语种口语网的瑞典语部分，在这里学瑞典语是很简单的。您只要点击这个声音按钮，后边有瑞典语和汉语翻译，你就可以很快学会了。Hey，嘿，你好。hur mår du? Hur mår du? Hur mår du? Hur mår du? 你看，就很快学会了。你好，这样你将这个句子背下来，然后见到瑞典人的时候，就可以这样和人家说瑞典语了。目前在小语种口语网，瑞典语有16000句有声句子。有声句子的意思就是说，声音按钮加原文再加汉语翻译。如果你要想在小语种口语网学习瑞典语，您需要成为会员。那么成为会员以后，你就可以看到瑞典语的16000句的句子，只要您能上网，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学习瑞典语。Tack. Tack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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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ck så mycke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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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rsågo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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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gen orsak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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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änlige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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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rsågo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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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只要跟着念，反复练习，直到将句子背下来，然后用在您的会话当中就可以了。您不要学这些复杂的语法，因为您没有时间去学。前提是您不能到瑞典语学习班去学习，那么您就不能系统学习。那么我们想掌握日常用语的话，小语种口语网是您最佳的选择。如果您要到瑞典留学或者移民，最佳方式在国内先学习一些瑞典语的日常用语，将来在您到达瑞典的时候会非常非常有帮助。如果你在国内没有学过瑞典语，到了瑞典你会感觉到会困难重重，因为许多人他不会和你说英语，他要和你说瑞典语。Varsågod. Varsågod. Tack. Tack. 你见了面就可以说 Tack. Tack så mycket. Tack så mycket. 非常感谢，这样很快就会打开局面。